欢迎收看国光帮忙。这些征兆出现时要注意身体状况哦。这些征兆出现，小心你会死翘翘。白云注意看哦。一头晕，我以前会有那种，我怀疑是姿势性的低血压。我突然起来的时候就，然后突然就这样，软一下。会软软的。对，然后我看眼前的画面有点像以前那个老电视，有没有？就是世界是收缩一条线这样。哎呦，不会晕倒。关机就是把你自己生命关起来了，你不要开玩笑。对他那个就真的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。田小鱼，我是什么 ？Blue， 我是小文，大家晚安。大家好，田小鱼请到中间来。大美女，来耶！小鱼就胖哎。奇怪哦，这个换了电梯以后，大家走下来姿势都不一样啊。越来越会表演，非常撩人。你知道我们是新布景吗？一来我刚才就发现了。你有发现啊？真的吗？你可以问现场的工作人员。几岁了还这样玩？开玩笑。来，今天我们要讲什么？再这样下去，我真的好怕会猝死哦。哎呦，要聊这么严肃的吗？对，今天要聊这个很严肃的话题，你要好好学哦。是，请。哎，前一阵子啊，这个有一位有台的摄影师啊，在摄影射到一半就站着站着，吭吭就挂。射到一半啊？这个猝死，以前一般印象是说，哦，一定要年纪大的，对，或者是久病卧床的才会。是，可是现在不是哦，明明看起来健健康康的。哎，就突然猝死。例如说像白云，对不对？可是就是说，在其实有一些你平常生活上的习惯，或者是你身体上的不舒服，已经给你警讯，只是你不知道。对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讨论这个猝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哈。今天请到我们的博士黄美月黄博士，你好。主持人大家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我们这个节目很少有博士来哦，真的哈，我是第一个吗？就厉害！哎呦，你唔知，我是医美女王以外，我还是博士呢。是是是，你们认为你们生活上的习惯，你们觉得怪怪的，是不是有毛病？会不会不舒服或是什么？突然，你不拿牌子的意思是什么？今天这集感觉我们是来陪的。这样会猝死，这样会猝死，一猝死会猝死，死了吗？死死死！换你讲，你不要偷税，等一下，我不能够不珍惜。哎，这样不公平啊！今天这一集感觉好像为白云而设的，我们三个是来陪聊的。你完全错误哦，经过我们这个调查，其实你更你才是可怕的。我们常常在录影的时候都担心白云，你知道，我们有时候就像大家无事三个戏一演完，对不对？一喊咔之后哈，准备要捋下一集的脚本，他睡着，他捋下一集的时候才，刚本子一拿出来就，白云哥，然后我们都不吵他，因为为什么？我们宁可听到他有呼声，当他没有呼声，我们就担心了。是，其实那个是安全的，是，而且那是排戏排到太累，饿的睡着，而且他通常哦会跟那个修 girl 跟辣妹要电话，我都怕他有时候惹到别人哦，他要没有在棚内猝死，就是在棚外被拖出去被别人猝死，你知道吗？不过还是要电话还不是给你，那种猝死不一样啊。不过一开始我们先问博士，博士就是以前我们刚刚讲过了嘛，是猝死，我们以前的观念就是年纪大的是啊，或久病卧床。对，那现在的猝死的年龄是多少？其实猝死，你刚刚讲说年纪大了久病卧床，那个不都不叫猝死，那个都是已经准备他们好像要往天堂去了。猝死的意思是说，你前一秒还在那边活泼乱跳的，后一秒就开始啊。掉下去，没有警讯，对，没有警讯，然后忽然之间就是不舒服，然后就说拜拜了，那个才叫猝死。年龄层是多少？年龄层以前都是在四五十岁以上，可是现在二三十岁就很多了。为什么会年龄层越来越低？因为年纪大人都比较知道会养生的，可是现在年轻人反而熬夜啦，什么睡眠啦，工作压力啦，这些哈，还有养胖啦，这些养不是太瘦啦，养胖啦，也想到你太瘦，太瘦啦，对，这些都是哦，都是，那像是危险群。过劳死算不算猝死的一种？对，过劳死也是猝死，应该对，因为他是熬夜熬到没有办法，就是你的养分拿到你的心脏或者是你的脑部去，哎，整个就倒下来，就过去了。看看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什么奇怪？预备，开始，吃便当，吃太多还是怎么样？不是的，就刚才制作人在讲说，
白哥，你在什么状况？你要是真的会猝死的一个人，你应该什么状况会猝死？我认为是在吃便当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反而放松。对，放松的时候呢，一好吃的，哎呀。噎死了，肌肉啊，噎到了，太急了。他常常吃便当吃到有猪叫的这样。真的吗？录完影还要把便当多的带回家。白云真的假的？没，偶尔会的。可是吃便当其实是高危险群哦。吃便当，因为你吃的内容的问题，油跟咸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油炸的，在外面叫的便当很多都是油炸，连鱼也都帮你用炸的，对不对？那是高油高脂的东西，你吃多了以后，那个血管，哎呦，都是油啦。哎，像我们这个一年都吃四五百个便当，什么我们这个，我们这些人啊，几乎这整栋大楼。不是，康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像我们放饭的时间有时候比较不一定，那我们有时间就会先吃饭。有一次，我想说我们在减肥嘛，都不吃淀粉，就只有吃菜。有一次我吃到便当的时候，便当是冷，我想说没关系，赶快先填个肚子。当我打开要夹那个绿色蔬菜的时候，我吓到了，绿色蔬菜的周围是白色的。猪油，猪油，对，猪油，他用猪油在炒青菜，所以我们往往觉得说那个啊，吃青菜不会胖，错了，香哎，你知道我们在友台有一个模仿秀的节目吗？那个我们那边有时候放宵夜吃什么，你知道？太过分了，对啊，是什么？杀人武器叫做盐酥鸡，超盐酥鸡，然后有什么章鱼嘴、章鱼，真的吓坏了，好辛苦哦，你盐酥鸡怎么过水啊？是没办法饿死啊！总统，你那个是宵夜吗？还是零嘴？我们是宵夜，怎么那么好？我们来好几大袋，然后就大家一起。他买宵夜的都是年轻人。OK， 他比较没有这个观念，还是白云偷偷要求的。台哥每天在骂，台哥每天只要有录影哦，晚上宵夜来，谁买的？买这种万恶的盐酥鸡？先夹两包到我这里，照吃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照吃，所以说吃便当是因为它里面油炸的食物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油炸的食物吃太多了，还有就是说吃便当如果太快的话哈，你爱吃吃吃啊，人家在叫了，那你就赶快起来，结果它是一种起立性的那种低血压，哎呀，真的脑子里面就没有血，哎，整个就昏倒。对，吃便当所以有这个样情况，自然来。拉屎，我觉得是，为什么你拉屎？是不是是自卫单位问我说，觉得那个什么时候你常便秘吗？不是不是，因为我觉得现代很多人，我是没有，我很正常，但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是可能工作关系宿便呐，然后还有长时间坐姿，所以肠胃道不是太顺。嗯，那你又习惯有时候工作一久就憋着，嗯，然后你如果便秘有的话，一拉屎那个血压暴升，对对对，很容易有血管破裂，血管破裂，对啊，有这种，有这种案例吗？很长哎，那个都是你在这个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哈，我们那个血管本来就会收缩嘛，对，那你又是便秘，那你又用力，哇，那血压真是崩下去，血管就破裂。我有一次啊。也是一样，那个就是可能那个粪便比较硬，昏倒，嗯，很难大，很难上，嗯，用力，嗯，然后嘞，然后来结束了之后，我去洗手，那个血管破掉，眼睛的血管就破裂，真的，对，对啊，就会红了，红眼睛呐，对不对？那时候看到红眼睛，这边是红的，对对对。那时候是多久没大便？六年。太用力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大出结石啊？就是的，马桶会啊，马桶被屎敲破了。啊，这个也是那种血管破裂的一种吧？对，一种前兆。所以你饮食平常就是要多吃纤维化的东西，不要吃对蔬菜水果。听说蔬菜是可以无限量的吃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可是你也要看它的热量。好，有些的有。像有一些调理方法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它是不是这种碳油的，穿烫的会比较好。对，猪油炒的就不好。猪油炒的，对对对对，所以饮食是很重要，因为你平常的保养是很重要。保养预防是重于治疗的。对啊，不是没有办法，地瓜也是植物啊。因为我们这一行，你一定就是看这个放饭都是便当，像我们吃了快30年了，真的。所以你平常可能就要吃清淡一点。有时候吃好一点是什么？吃泡面。哦，对，泡面不想吃的吃泡面，那更死，对不对？要小心，亮油。亮油是什么？生气骂人。哦，那你放心，气到这种境界，你看赵哥活得好好的。有人气到就是脑溢血，那是不常生气，对不对？因为常生气已经习惯了。哦，对，你看锻炼中啊，他这个血管已经，他血管已经习惯了，弹性很强。对，其实有时候我们常看电视剧什么。
演那种，这是故意的，对，那是真的。像我就是我常常演潇洒不，那我常常在骂人，就是真的就是噼里啪啦一直骂，一直骂，一直骂。然后有时候，比如说我的那一阵子比较悲惨，我的戏可能连续一个礼拜我都在我身上，我都没办法睡觉，我不能睡已经是一个重点了。然后再就是我情绪要很高，要骂人啊，骂到哭，然后记台词。我曾经上一档戏曾经痛了一个礼拜没睡觉，然后头痛了一个礼拜，然后吃什么样的止痛药都没有办法。然后整个松懈下来的时候，我这两边是压痛的。然后我在骂人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晕的，而且我那时候连站就是在走本的时候我是站不稳，对啊，因为你们那个骂人的对白是一连串，对，又加上缺氧，对，还有加上 NG， 然后情绪，而且整个骂人的时候妈妈妈妈生气，我下戏的时候就是咔完以后，我觉得我脸是麻的，然后手会手会抖，经常会不会这样子很闷的感觉，会很闷，然后觉得脸有点在抖，然后旁边的人就上次我一场戏眼睛蒙起来，然后那时候我们是演被下药。所以脖子以下都不能动，那我眼睛又被蒙起来，我只有就等于说只有这边来演，我很害怕，很害怕。那怎么演？我就只能让自己用力，脖子这边感觉出力，就是我就是我那时候眼睛蒙起来，我就对，然后就只有对，只能这样，我就这样一直真的演。你们，你们过来，我不能再过来。你们走开，你们给我滚开啦！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我大概一个多小时都在这里，然后都是这样情绪的戏。一个多小时，我妈呀！外景啊，后来那场戏，黄伟文说我到后面脸都在肿，不是，我说很恐怖，这样要一直盯在那边的血管是一直在用力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上一代的小生有一位。他就是在演戏的过程中中风啊，轻微中风，轻微中风，演完以后变这样。啊，你说贺大哥啊？不是啊，小生，不是主持人，我的上一代。志伟哥在我们上一档也是，那时候他演的角色是反派，又要生气，老婆偷吃怎么样？他演到他的脸一半哦，在抽动，然后观众朋友就在那个 PTT 上面写说，那个气姑奶刚刚她是电轰啊，怎么脸半边这样子？这样子的状况维持了一个多礼拜。她那个时候交感神经已经分泌太多，然后那个甲状腺素也出来了，肾上腺素也出来了，结果那个神经都会这样子抽搐，对不对？她太入戏了，对，那没办法，做演员就是要入戏，要入戏嘛，对不对？演员一定要入戏，你看好吧，你看好吧。急了这一集，曲哥弄就好了，因为不是改心情那边不通了，对哈，你要走另外一边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是稍微耽搁，他刚才演那个戏那个哦，是曾志伟啊。不是啦，志伟，正的，对了对了，我们的那个乱讲啊，兔子，好了没？好痛哎，兔子哪有自己人讲啊，兔子。刺激痛觉能救自己一命。去打了刚刚那个地方是猝死的当下。真正急救应该不是用软棒吧，是用硬棒。你还要坏了？木棒。请问一下博士，那是什么道理？为什么一定要打下当呢？你痛的时候哈，会让你的那个转移，对，会转移，然后你痛醒了以后，这个地方的那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两个就会平衡起来，就会刺激到你的那个。所以说，如果男生刺脚趾头呢？刺脚趾刺那个是以前早期的时候，是捏人中啊，对，都是用痛的感觉来。可是博士，照你这样讲，刚刚他如果真的猝死，然后我们急救打当，把他救回来，就胯下那个坏掉了。这个脖子有什么用？胯下坏掉，现在还可以有用的再生医学可以帮他。对呀，没有问题。用接的就接好了。所以而且猝死的时候那个是软的，没有人猝死还硬的，要猝死立马软。头两颗乒乓球进去，所以以后男的就不用那个人工呼吸了嘛。好，晕倒了。猝死，他突然猝死，他不是背对我，可以不这样啊？他就醒了。对，应该是。好，博士，你爱说笑嘞。就我看，我们救你解决。不要乱讲哎，博士，你不要综艺节目，你要有综艺梗哦。这收视率很高哎，你不要看得到。我们到时候在医院急诊室看到一堆护士。我重点是讲说那一个是叫辅助性的疗法 ，OK？
所以那个时候都救不起来，就从那个一打下去，使用就对，对，你是一种刺激啦，就是有点像电极一样嘛，对，对。好，来大牙，牙齿太大的，不是啦，我觉得很危险。胡大仔，胡光，你打麻将，你年纪越来越大了，你现在答案是这种？没有，因为我不太会出去，比如说跟朋友喝酒。或者是去哪里鬼混，但我就是比较喜欢，如果真的没有工作的时候，我就比较喜欢在家里打打牌。去赌场。可是，一打牌就比如说，就是刚好五六日，上班族一下班，我们就七点准时约在谁家，然后就狂打，打到礼拜天大概晚上十二点。三天三夜。那个去上厕所的时候都是脸都是紫色的，然后手的那个血管都浮起来，我常常觉得我就快要挂了。不是你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打得这样？对啊，濒临死亡。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娱乐跟消遣，燃烧青春。可是也太过头了吧？不是你不能打一打说哦，那我们明天见，明天一大早再来嘛，或者说哎呀，因为有时候有人就说哦，书很多可能要上书，想说啊好没差，反正大家都没事做。我们以前小时候看到朋友打牌，最多是一天一夜，打到天亮就结束了。嗯，你们现在是三天两夜啊？就五六日，然后如果礼拜一刚好又是有放假的话，超开心的。三加一啊！不是，是这样的问题，就是因为你的常常坐着，对不对？那你的血液都是在那个脚底下面，然后如果说你平常又不保养的话，你那个血块很容易囤积在那边，所以为什么说在坐飞机如果坐太久也是一样，都是会叫你就是脚要动一动。所以是比如说有时候，比如说我有时候打牌打很久，然后起来上厕所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脚很肿，就有一种突然变象腿的感觉。没错，那就是因为对，因为你的血液循环真的都不好了，然后你的脑部也已经缺血了，甚至你的心脏也都缺血了，真的是不好。是不是也容易得痔疮？对，痔疮。对，那会因为这样子要坐着，然后你要小心这个。走了，我很怕走了。那我们这样是，比如说大家有的朋友喜欢打麻将，大概几个小时要起来活动一下？几个小时，我都建议都三个小时就要站一站，然后就是走一走，走一圈。三个小时。这些征兆出现，小心你会死翘翘。您注意看哈，一头晕，头晕，头晕有时候是高血压的征兆，是有时候是你的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，好，然后你的这个那个脑部缺血了，好。那当然，你的头晕有时候会是感冒引起来的头晕，好。可是你如果是以后那个头晕又伴随着是头痛，痛到就是不行的话，你要注意。请问一下，最近有头晕的举手？那大牙头晕到医院了？对，我去挂急诊。干嘛？太晕？不是，因为我就是最近有在学国标，就是认真的想要去就是学这个兴趣。然后那一天只是走路而已，那天只是穿着舞鞋走路。然后老师就他后退走，我向他走嘛，就走一走，我突然觉得看到很像很多盏灯打在我面前，就是这个人可能我只看到头，然后下面就是白的，然后看到哪里都是这样，眼冒金星。然后我就觉得哦好难过，我就走下来。你是怎么走？你是怎么走的？我就是这样啊。然后我就老师等一下就开始，然后我就蹲下来，因为我觉得对，我就觉得我不舒服，然后我就蹲下来，然后就整个课大概这样子在五次，然后老师就说你不要上课。所以你这样蹲下来，老师好意思吗？我是女生嘛。没看我干嘛干什么？不要急。对，而且因为他们说我的脸色是非常不好的，就是脸色苍白，然后嘴巴也整个发白。你是第一次那样，还是说第一次发生这样？算是第一次很严重的。那你是那天早上起来一整天不舒服呢，还是到那边开始这样说啊？没有，所以我那天上课压力很大，我第一次上课，然后我很希望赶快学好它，因为学习就压力大。可是博士，这个是贫血还是高血压？这是贫血，贫血，然后瞬间就很晕。那我们讲的头晕，博士，你讲的意思就是说突然会头晕？然后不是常常头晕的状况会猝死，是，就是突然的跟是长久性的是有差别的，这个或者是你感冒的时候引起的头晕，你感冒的时候也是有时候会伴随其他的症状嘛，也会头晕嘛，对，可是它通常还会有流鼻涕啦，什么还会咳嗽啦，那些喉咙痛的。所以那是不一样的。我大部分都是拍戏，那我本身有偏头痛的习惯，但是我平常就是能不吃药就不吃药。但我如果说就是在头很，因为我知道我头痛有分两种，一种是感冒性的头痛，一种是那种压力大没睡觉的头痛。那我很清楚我自己是压力大没睡觉的头痛。那每一次又刚好在骂人，就是情绪戏的时候，然后有时候一边哭一边哭，哭得很难过，可是我的头好痛。哎，你要考虑来当谐星啊？我们生活会比较过一点哦。压力很大，不是骂人。
对啊。但是有邪性还是有骂人。但是我有一次啊，有时候我头晕啊。为什么？你吃太饱。拿了棒一敲，哇，是真的，好头好晕啊。我不信，拿那个棒。没有，开玩笑。OK， 你那个我跟你讲，你要小心。有时候是没睡觉，就是连站着都会晕。工作累积，对，然后突然缺氧啊。对啦，那个是你长期的疲惫啦。长期疲惫。还有你就是太瘦身、太减肥了啦。我以前会有那种。我怀疑是姿势性的低血压，对，因为我血压偏低。姿势性。对，然后我常常也说，比如我们坐榻榻米聊天那边，大家那边，然后我突然起来的时候就，然后突然就这样，哎，软软的，对，然后我看眼前的画面有点像以前那个老电视，有没有？就是世界是收一条线这样，哎呦，就整个黑画面上升一下，那这个危险，我升一下，这个应该是，我有关机过，我大概关过三次，目前升，然后，哎，然后。停一下，停一下，慢慢才恢复这样。不会晕倒，就是把你自己生命关起来啊！你不要开玩笑。对他那个就没有了，就没有喽。其实上姐差不多这样。是因为我有去照脑部断层，后来照那个叫什么核磁共振，都没事，都没事。可是问题是我刚刚看你的姿势，你是不是常常翘脚？在翘腿，那是我以前啊，现在比较少。我是要翘起来翘。那翘脚的话，哈，第一个你那个脊髓里面的肌肉会把你压迫到你的神经跟血管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，不要翘脚，千万不要这样做，哎，真的很多那个整副手的那个医师啊，都说我们坐姿都不能翘脚，都不要翘脚，其实对你骨骼都有影响，骨骼肌肉会压到神经跟血管，对，不知道，然后你走路其实人家从后面看你是歪的，哇，这个里面你坐最好哎，因为我没有翘脚，来翘翘一下，翘一下。保健食品吃再多，身体也吸收不了。我们的生活是一般的上班族，我们在5000多cc 耶。哎呦，对啊，我这光走路就喘。可是你的喘哦，应该是因为重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对对。他是因为他的心脏都被他的脂肪给包住了。哎呦，对他没有办法很好的把。心包油啦。对。哎呦。对不对？你那个油都包心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他怎么样让自己这个症状减缓呢？他一定要减肥，也要减重。减肥了，你为什么不减肥？你在这个执着什么？你想想你在情定北海岸里面多瘦。对呀。那天还居然讲说什么？哎，丑龙，恭喜哉哈！我最近看到我那情定北海岸，我觉得以前的我，哇，长得真像萧敬腾的。你真的？还再给我回头看那部哦，我回不去了。不是，他竟然说萧敬腾长得像他，你为什么？其实你再减个大概20公斤就好。要，我一定要啦，一定要。我是为了要你讲这个，你讲这个已经讲了六七年了。所以你晚上不要再找我去吃什么面呢？对呀。平常你讲，你平常有没有在运动？我就运动少，运动少。不管少，你有没有运动？没有啊，完全没有运动，对不对？走路也好哎，真的。不，走路会，因为那你健身会伤膝盖，其他人还会有这个问题吗？到他刚了，因为我本来就有气喘，你，我本身就有一点点气喘界的，气喘那边有一个。啊，你要拿那个吗？气什么扩张剂？对，我就是随，如果就是比如说游泳的时候，我就要带着，因为有时候游泳在水里吸啊。没有，有时候是游泳，刚开始是这样两滑，然后一呼吸，现在我几乎要一滑一呼吸了。啊，我自由式几乎要一滑一呼吸了。那不，这种不能做太激烈的运动，到底的脖子要很灵活哎。就到底的时候，我就要赶快，就是先让自己上升起来，不然我会打到你很累。大爷，你如果真的会是这样，我建议你不要游泳，真的吗？改其他的运动。可是不是说游泳对气管很好，心肺很好，跑步也可以。跑步比较，跑步比较，就是跑步好的哎，真的对，因为要跑步。他以前本来是装的，后来真的有气喘，真的有气喘，声音没学到啊，当兵就是在，就是住伍的时候气喘嘛，退伍那一天就好了。我以前真的也是要带那个的。可是不是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会气喘，可是我还有另外一个病，就是我有换气过度症候群，那是紧张，所以我如果气喘的时候，我就会很紧张，然后就会引发这个症，然后我就会开始头晕，然后就会想说完了，我要休克。你过度换气的时候，你怎么样救自己？就这样子呼吸啊，对，就是用个那个塑胶袋嘛，哈，是因为没有办法造氧化碳太
换的太多了，是因为过度换气才用。对，过度换气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会觉得我现在气管缩起来，我吸不到氧气，然后我就一直呼吸，然后结果变成是脑子充氧太多，没有二氧化碳。哎呦，对，然后就会这样。那你这个状况有没有在你打麻将三天两夜中间发生过？没有，但有在跟朋友以前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有一次这样子，很恐怖，就差一点就休克在路边了。哎呦，要小心，要小心，当男朋友太恐怖了。对啊，那现在很多人都会吃一些健康食品，把你们那些东西拿出来我们看看，你们吃的药。这白云灯，哇，太多了吧。黑药白云真是鱼饲料吧？有没有在那個？有没有这个鲤鱼啊？傻傻的，很像啊！这是鱼饲料吗？是我拿错了。绿色的，没有啦，乌龟吃的啦。乌龟是花蜜吃的。鱼饲料没有啦，绿藻跟什么蓝藻啦？蓝绿藻。对啦，吃的是干嘛？啊，这个是宝妈，她叫我要养生，然后呢，宝妈很好，再拿给我。那。很好习惯，那我只是方便带出来。彤彤都吃什么？哇塞，你这干什么？你吃便当啊？来来来，我们看便当。来来来，哇，好，鱼油，鱼油，对不对？好大一颗油。好，这是一天三颗。哇，太多了吧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吃这么多？太多了，一颗就好了吧？鱼油的目的是多少个国际单位的？你要看一下。我不知道哎，你不知道？我又买一大桶。哦，对，因为他进来都等吃得饱就好。我没有那么乖吃啊，我没有那么乖吃，饿了才吃。讲句话就好了。那是显定预饭团啊，对，显定擦干净。好，海狗丸。没，哎，白色的消炎的。还有膝盖的，还有膝盖。骨头。对，因为我常跑步，就是从高的跳跳下去。大便筋。哎，那是维他命 B 群。B 群。B 群。臭臭的药。嗯。救星 Q 10啊，对，那是那个固脑的 Q 10记忆力的脑心，脑心啊，那是脑心，记忆力衰退。虫虫，你是不吃饮食，然后只有吃这个过日子？有啊，我有吃啊，这枇杷膏，那喉糖对，喉糖这个，这是那个牛樟汁。哦，牛樟都是好神贵的，是会不会太多了？太多太多，所以太多了吧？不是，你才几岁啊？你搞这么多是为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有大部分不是我买的，是我家人或者是朋友他们送的。我其实家里还有一堆酵素什么的，我都没时间吃，还有蜂王乳、蜂胶。对，然后我正常饮食，再加上正确的床上运动。对不对哈？有规则性的床上我没有啦，正确的是这样运动，因为他不喜欢在床上。我知道，意思就是要有进就要有出，对对不对？这样就够了，吃的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有时候他那个里面哪一个是必要的？没有，我觉得没有必要。是饮食上面哈，你比如说你糖类、淀粉类、脂肪类哈，还有矿物质类这些蛋白质类，这样有在吃。够了，我现在要维持体重，我就是维持体内的话，我跟你讲，米饭很好，很少吃哎。你那么瘦干什么呢？你要干什么呢？对啊，你要让有接一部戏要演螳螂还是演什么呢？那我建议你吃那个综合维他命就可以了。是哦，综合维他命就可以，其他的就维他命，因为有太多的保健食品混在一起吃哈，有时候会影响到你血液中的酸碱值。哇，你这是家庭号呀？没有啦，等等，你在干嘛？还好，没有，就扭到运动的时候扭到。New Skin 的维他命 C 的。对，就是你的这个是综合维生素嘛，维他命的维他命，然后 B 群，综合维生素，然后 B 群一天一颗，然后每天睡醒就来个鸡精或者是什么灵芝啊，什么什么之类，就睡醒的第一个。然后你就给他细的力。哎，你有没有跟虫虫搭搭不到？有鱼油，有鱼油，鱼油，因为有时候肩颈很酸，吃鱼油其实会好一点。然后还有女生的月见草，所以鱼油吃就会嫩滑的，会比较好。鱼油的功用到底是什么？鱼油就是 Omega 3嘛，就是清你的血管，不要那么油腻嘛。哦，那你要喝鱼油了吧你？我泡鱼油泡澡，你看怎么可以可以啊？不是，因为鱼油它等于是它说血管的清道夫了。对对，是这样。你有没有在吃？他怎么？我之前有。我这有吃，吃成这样，他吃完没用，就不吃。不过他吃完以后又吃太多油，你有什么用？他之前吃鱼油 OK 了，吃这个鱼油，他要吃的时候鱼油会抗拒，会自动吐出来。它里面太油了。OK， 油已经太多了。OK， 你还是你也有吃那红的。还有 Q10。就是 Q10 是就是其实它是维持血管壁的弹性，那一方面就是女生是吃漂亮，对，那还有吃维他命 E， 那维他命 E 因为我这是400什么 U， 400 IU， 400 IU， 所以我两天吃一次，因为维他命 E 它跟
它跟 Q10 同时搭配的时候 ，Q10 效果能发挥到最好。但是维他命 E 一天400太多，所以我两天吃一颗。然后这个就是顾女生，它这个是也是某个直销牌子，它是女生综合的，就是顾那个妇嫂丸，对，妇女病的对，然后妇道可妇道，对，你平常不守自己的妇道，讲了这么话。要别人帮你来顾住。好，大牙你都是。我以前也有一大堆，然后就是因为记性不是很好，然后都忘记吃，都放到过期，所以就都丢了。对，那你应该先吃这个嘛，红色这个把记忆力好再。对啊，我就到最后就一直忘记，脑心是。亮姐，你现在几岁啊？我今年31。很年轻就吃这么多保健食品，可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是一般的上班族，我们在翻班在翻班，所以有时候我可能24小时没睡觉，所以我一直有时候在接那个跑卡车就对了，中南部的，对，翻班在翻班的。不是你有时候我们有时候24小时没睡觉，然后棚内外景一直这样，一直操就对。对，所以有时候你没有时间吃饭，只能靠这些东西。其实有时候我蛮佩服他们八点档的那些演员啊，真的，他一档戏下来有时候2年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钱赚到了。身体也坏掉了，很惨。对啊，他们要休养好一段时间。对啊，休养要半年。对啊，你看我们这谐星座的，哇，这个白白胖胖的，肉墩墩，哇，那晚上还有一个内湖帮的哥，哎，去哪里吃东西？不过那个艺人的生活跟医师也差不多，医师也很累，他们有时候值完班，隔天还是要上班。可是他们没有吃这么多的那个保健食品，那他就是三餐的饭菜就是。很均衡的这样吃就可以，营养就摄取够了，就够了。你们还是要适量，对，这个适量，不要那么多，真的太多。我现在每天就吃个综合维他命就好了，对，应该够。如果你体力不够，你吃综合维他命或者是硒就可以的。而且这种东西吃多了，它自己又排掉嘛。对啊，不是说你吃多就更棒更厉害。上厕所那尿就是黄的 ，B 区，就是好像那个维大利，我有点想接来喝喝看。维大利，意大利 ，It's good to drink， 啊，不是你碰嘛，中奖了。有气喘还是要注意，对对对，要不然就像我们那个一个老前辈邓丽君，对，突然，对，他在前面气喘容易，对，还是要小心，好不好？白云出现心悸，跟其他人状况不一样，心悸是怎么样哈？看到一个大美女的时候，怎么样哈？就是你忽然砰砰砰砰砰，看到一个大美女的时候，当时掉，说我掉很难入睡，怎么睡不着？心悸，你喝咖啡会心悸？我喝咖啡心悸。没关系，你跟修哥有听到电话会心悸吗？应该不会吧，你很习惯，习以为常，我们才会心悸啊。所以总统你会心悸吗？我喝咖啡会。会吗？哈，我喝咖啡。喝咖啡之后心悸还好，对不对？不行啊，还是不行。你喝了咖啡，如果会心悸，你要停个一两天。可是我喝咖啡超嗨的，哎，我喝咖啡哈，你知道吗？喝咖啡我的手会有点抖啊。哎，有一点抖，然后有点麻，然后那个心跳会这样，然后感觉轻飘飘那种感觉。不是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是，你可以改喝没有咖啡因的，一样有，一样是有咖啡因少，哎，还是会有一点。我对那个还蛮敏感，嗯，所以你是因为这样轻飘飘才喜欢喝咖啡？有时候会，因为身体轻飘飘，但是脑筋变很清醒。可是那时候心情会很不舒服。不会，我很开心的，你很开心啊，不舒服那种。会，你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？对，那种感觉很舒服。多久？你知道会多久？你是喝一个小时？你不要乱讲嘛！你喝咖啡，他们拿了杯给我，都说是差不多吧，40分钟一个小时差不多。你这个时候如果停气的时候，你要用手摸你的这个。大动脉，对，你的脉搏这边，然后算时间，对你大概5分钟就放掉一下，好，然后再还在心悸，那你就放个5分钟，再放一次。如果还是会心悸，对，这样的话，赶快叫救护车。对，没有如果还心悸的话，那就干脆再补一杯，老看会怎样。我现在摸到现在40秒都没有跳，哎，这太多了，鬼摸到吗？好，那你为什么会心悸？其实就是有时候熬夜，那已经熬夜，你又喝了一杯特浓咖啡，因为我们熬夜血液循环就不好，那我又容易水肿，因为循环不好，所以我脚都肿得跟下。你要不要吸引去国外玩几年再回来？去休养一下哈。哦，你那个身体太恐怖了。对，其实我只要休息，有去运健身房就还好。是，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没有运动，休息不够。对，然后就喝咖啡，那个时候会想要排水肿，可是反而更惨，心悸。要不然就是我有时候这是不好吃饭了，就是。我之前因为水肿太严重，我去看医生，那医生我还照肾超，医生说我的肾没问题，反正是我的肝有问题。他说你不要熬夜，我不烟不酒，可是我的肝好像熬夜出了问题。然后说你肝有问题也会造成水肿，那医生他就只有给我开了所谓的利尿剂。
那个很不好，很不好。但是如果说我拍戏拍到我高跟鞋已经穿不下去，镜头上就很难看，所以有时候我拍到半夜我会颗粒尿剂，吃完我一定整个就是心悸，整个很不舒服，然后喝水尿尿。你不要，你那个时候心悸的时候，你就买薏仁。老师，我半夜两三点要去哪里买薏仁？你每天做晒吗？放在家里。重点是我都睡棚内啊。你可以自己准备。这个还是要自己哦，想办法安排时间。然后呢，进棚带一大壶，或是对对对对对，休息的时候。我现在进棚自己煮那个喉咙的。他这个是双鹿五加皮啊。哎呀，你那五加皮。其实药酒。哎呀，好浓啊。罗汉果草药啦，加那个罗汉果，罗汉果啦。对啊，那朋友他们真的是喉咙的，对喉咙嗓音，对有差吗？但是中草药，好不好？比较好一点呢。因为药的味道，你要自己要顾顾自己。心悸是猝死，也是心悸，其实会造成猝死，它是因为它本身很可能就是已经有心脏先天性的心脏病。他不知道，所以心率不整。刚刚我们讲喝了咖啡心悸，也是因为心脏有可能，对，原因是这样，有可能。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咖啡有咖啡因，可是忽略掉一点是可乐里面的咖啡因很多。哦，他喝可乐不会啊？不是，我不是每一次喝咖啡都会，嗯，所以我只能喝 latte 那种。那个奶加比较多一点。如果你要我 espresso 或者什么的，我们都是 espresso double， 真的假的？一口干下去这样，都会害怕。代表他还年轻啊，年纪大一点的话，恐怕就症状会慢慢出现。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，喝完好累，喝完铁汗都没了。我真的，我喝咖啡我不会哦，你会睡不会睡不着对不对？对，我喝完还哎暖暖很好睡，就脱嘞。哎，有些人就这样子啊，有些人体质会这样，是还是你前一天有？出去跟朋友出去玩，喝太晚，或是去酒店，第二天喝咖啡会心悸，或就可能是身体状况不好的，还是说你去酒店，然后第二天喝咖啡，心里想说会不会被抓到，然后心悸？要不然就是有时候空腹的时候，那叫心虚了，不是心虚，心虚又心悸，然后在这同时助理就这样。去哥，那个苹果日报找你，猝死，猝死，来第四项，胸闷，哦，胸闷跟心悸是怎么分的？不一样，胸闷的话就是这样子，好像闷闷的喘不过气来；心悸是你觉得那心脏在一直跳，一直跳，跳，跳得很浅很薄的那种感觉。对对对对，一直跳一直跳。你平常我们的心跳是72下嘛，那心悸有可能超过110下那种感觉。那胸闷的话，你会感觉到你的心跳的那个数没有增快，可是呢，就是闷闷的，喘不过气来的感觉，这是不一样的东西。我太太她有胸闷的习惯，结果是什么原因？你知道，她是胸椎啊，胸椎这边她第五、第六节有点移位，压迫到她的肺，她有时候就喘不过气来，会这样。对，然后呢，她去把它移回来以后，她就好了。去整脊移位，对，去整脊，他的整脊某一个脊椎的他移位，就会压迫到你这个呼吸系统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有时候不一定是一定什么是心脏啊或血压的问题。没错。他胸闷是因为你胸部太大压的吗？没有，心情不好。为什么？胸偶尔你也会很少，对对对对。OK。闷闷的这样。啊，不想哎，而且出去闷闷的哎。白云还有，比如说我们是结婚的人。有时候跟老婆这个不愉快也会胸闷，对不对？我会，我是没有了，心情不好。我后来就很开阔了，很好，很舒服。后来还是有在当下会不舒服，会，我会气的，力哦，力哦力，哎呀，很闷在里面了，对对，很闷的，哦力哦，哎呀，胸闷是最近比较会，为什么胸闷？因为有一个是你关心，关心啊，关心很热心。你有这么爱他？因为在关心这边，关心真的吗？我够在意的，你这关心跟秦定北海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的表情呢。你看那为什么现在吗？冲冲和医生在节目公然调情，你会那个火烧心，对不对？有时候那种感觉，对对对。但另外一种是最近有过，你功夫嘛，我得补啊，你都白天啊。我不要闹。有几次是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要睡觉躺在那边睡不太着，然后就想事情，想，就喘不过气来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就觉得吸不到空气，很闷这样，然后可能我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会坐起来跪姿，高跪姿。就是像这样放松，然后脚顶后
就屁股坐在自己的脚跟上面，对，脚后跟这样，然后这样放松一下，对，放松了。慢慢的深呼吸，然后气沉下来，气沉下来，再搞个十几分钟。博士，真的是博士吗？好幽默哦，还是非常好。去哪里请的林静？你有没有上过谁？你有没有请过上过沈玉玲的节目？对啊，都有。像这种医生就棒了，对不对？这种医生给他看病就 OK 了，对对，很开心，快乐，开心啊，对啊，对对。是是，可是这个胸闷会造成猝死的话，会是觉得像好像。像被卡车压过的那种很重的那种感觉，那种闷会痛，那你那痛太闷会痛，然后就痛到你的那个手左手臂来的也会，哇，那很严重。还有虫，你刚刚讲说你会那个火烧心，对不对？有时候那胃肠的问题会导致，就是误导说，哎，你是胃肠的问题，其实它是心肌已经在夹心症。哦，夹心症。我是说小心眼。夹心症，那心肌，你要去买那个老人用的手机了，他有通报有119。医生说不是，他说心理问题，说我调整就好了。已经那么帅了，还需要调整吗？我告诉你，他缺一个好的女朋友。对，等下真的啊？对，因为刚刚你们在调情。干什么？真的是调情哎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虫虫先下跪，然后他开心。哇！你又说他帅，我绝不碰白云哥的女人，他是白云哥的菜。哎，你看保健食品还搞完，赶快给虫虫跪。一个姓黄，一个姓白，一个是月，一个是云，一个很美，一个很脏。对，好美，一个很脏。好，多搭。哇塞，好厉害厉害！熊朋友小心哦，第五项。记忆力下滑，我靠，这样会说吗？没有啊，记忆力下滑每一个人都会了。其实他这个是有点夸张。其实我要讲的是短暂性的那种失忆，突然性，突然间性的，哎，我刚刚在干嘛？哎，我叫什么名字？哎，我叫屈东恒。那我在哪里？哎，怎么我在这里？这样不是啊？那我在哪里？我在这里，应该是应该前一天应该喝醉了吧？我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是在哪里？没有，在这里，这样续集这样。这是哪里？我在哪里？他是谁？有经验，乱填。以前真的是哦，那个年轻时候爱玩，玩到天亮，醒来以后，哎，我的车在哪里啊？对啊，我车停在哪里啊？对，找到好久才找到。太醉了，太醉了，又醉到不行，太醉。全文老师问，每次他起来打我，哎，我不认识。你们两位美女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哦，记忆力下滑。就。还年轻，不会马上突然忘记，但是因为你可能工作都 focus， 可能就是在你工作上面，那你其余的事情可能是你眼镜戴在头上，我的眼镜呢？奇怪，我的眼镜呢？那你刚刚已经吃过这些保健食品，哎，我今天有没有吃过？就会忘记这种小事情。我不是这样，我是阿兹海默症，我觉得你是，因为我有时序颠倒错乱症，然后我就会忘记。比如说明天有工作，然后我就说没有后天啊，那在我时序错乱的。你有耽误过事情吗？有。有忘记过，然后立刻爬起来吓死。有啊，昨天他去来这边录国光啊，自己还做好，而且灯也是开。那个是明天，不好意思，就开车最直接的嘛。以前我们台北开到台中，玩到隔天早上5点多，有没有？再杀回台北，有没有？继续又去上班，去忙什么？现在。开到台中去，开到高雄，新竹桃园一过就想跟他打瞌睡了，有没有？就有点累了。不要骗你啦，你过林口就睡了，你。新竹嘞，过林口说不定就已经睡了。睡在中立休息区，醒来后可以回台北，很好玩。哇，这一趟很好玩。这是秘密。到这个年纪我们才知道，奇怪啊，为什么中立就要设休息站？哦，现在知道了。我们今天对分这四个啦。对。猝死可能最有机会的是你觉得干嘛给自己难看呢？你觉得？不是，我当然选你了。不是选你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垃圾垃圾垃圾。